我饿了，还很渴。刚才送饭过来，你嫌难吃，现在又说饿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哼，我也没指望你有办法。再说，那是人吃的饭吗？明明就是猪食。喂，我的事了，你这不是骂我吗？骂你又怎样？都是你害的，你本来就是猪，还是头没用的猪，关键时刻居然晕倒，现在被人家捉来这里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哎呀，办法是用脑子想的，不是用嘴说的。我们两个一起想，总能想出好办法来的。你说，他们会怎样对我们？听他们说话，似乎要用你向他们换什么东西，不外乎绑架掳人这一套吧。我想也是，唐门和霹雳堂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，又没有仇，他们不会对我怎样的。就怕，不如让他们放你回去报信。那不行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怎能丢下你一个人？你不用担心，他们呢一定已经联络过了，唐家很快就会来赎人的。你不懂这里面的复杂，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疼我。但他老人家现在病得神志不清，剩下的人不是恨我入骨，就是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，让他们出一文钱来赎我，他们都不会干的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只能套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，然后说他东西只有我知道，让他们放你去取，然后你随机应变，先去唐家堡找爷爷。如果老天可怜我，爷爷恰好能清醒，自然会救我出去。可如果我找不到他老人家，或者他老人家尚在病中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我自生自灭也好过多头一个人下手。那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逃生啊。你抽什么英雄好汉啊？你武功那么低微，留在这里碍手碍脚的，我还要分心照顾你。刚刚若不是你拖累我，怎会被他们捉到？你就放心的走吧，我唐女侠自有办法脱身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难道你瞧不起唐门的功夫？那我们在哪里见面？如果爷爷不能帮忙，你就在宇宙的竹林等我吧。好，那你可一定要来，如果你不来，我就天天等，等一辈子。笨蛋，你讨厌。你不用骗我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脱身的。少废话，我没有办法，难道你有办法？来人，来人呐！喂，你别大声嚷嚷，不要招惹他们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回家。死丫头，吵什么吵？再吵把那石头剁下来。把你们的头叫来，我有话说。做主不在，我是老大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不然老子可不伺候了。你们要什么东西？拿笔纸来，我给祖父写封信，让他送过去。哼，当是什么呢？这种小事就不劳您大小姐操心了。你们想要什么，唐家宝已经知道，迟迟不见动静，可见你那个什么狗屁祖父并不把你当回事。你胡说！大哥，甭跟他废话，已经谈不拢了。唐家宝不肯用五毒珠换这丫头，咱哥几个还是好好享受享受吧，不然做主回来可就没咱们的份儿了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二位大哥别这样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。欢迎欢迎。Oh!
想不到花银个子虽小，本事却不小，这次啊，多亏有他在呢。哼，那当然。好了，趁现在快走。站住，哪里跑？真是难缠。好了，总算可以走了。喂，你又怎么了？快起来啊！受伤了吗？伤到哪里了？花影，他怎么了？我们就这样丢下他不管，不大好吧？也对哦，反正他们要抓的是我，我走了正好引开他们，他们应该不会在乎他这个无名小卒的，总好过两个人一起在这里等死。不过要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好重啊。累死我了，猪都比你轻好多。诶，这里有个竹筏，太好了。先在这里躲一躲吧，这样也不会醒啊，真奇怪，呼吸很匀，不像受伤的样子，一定是被吓晕的，真没用。知道了知道了，马上就走，他应该不会有事吧。要是发觉只剩自己一个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走。这是哪里呀？我记得刚才明明在底牢的呀。对了，雪剑，唐小姐。唐小姐，唐雪剑到哪里去了？不会有事吧？是你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我还担心你会出事啊，一直在城里找你呢，你在等我吗？谁等你啊？我也是刚刚跑出来，我以为你一直跟着我呢，没想到不见了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晕倒了，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呢？太不讲义气了吧。什么啊，你不要不识好人心，有很多霹雳堂的人冲出来，我自然要先引开他们，然后再和你会合，这是高明的江湖战略，像你这样没有江湖阅历，自然不懂这里面的诀窍了。哦，你身体怎么那么差，动不动就晕倒，是不是被吓的？当然不是，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怎么回事，平常不这样的。哼，我看你呀，根本就是娇生惯养，弱不禁风，还是男人呢，连我都比不过。哼，又没人教我功夫，我有这两下子已经不错了，要是当铺别的伙计看到死人，早就吓得腿都软了。哼，如果我在唐门，功夫一定不比你差。少吹了，快走吧。
好。站住，哪里跑？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太可怕了，他们到底是人还是妖啊？不知道啊。早知道你不知道，我也没有问你啊，我自言自语的，是不是啊，小花莹？哎，反正怎么说都是你有道理。明白就好，快走吧，去南边的大渡口。累死了，累死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不好吧，这里还是不安全，那些人追来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说要休息就是要休息，你去找点水来，快点。又喝水？怎么那么爱使唤人呢？就是要喝，怎样，不满意吗？哎呀，好吧，就伺候伺候你这大小姐，反正我也渴了。把那把剑放下吧，那么沉，背着也不方便。好。其实啊，别看它大，可是一点儿也不沉。哼，别看它大，可是一点也不沉。大肿脸充胖子，不就是有点蛮力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真慢，闷死了，真无聊。哎，我来试试看这把破剑到底有多沉。好沉哦，根本连动都不动。
我了，看来那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水来喽！喂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怎么这么慢？水干净吗？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将就一点吧。就这点水，我找得很辛苦呢。你就不要再挑剔了。好啦，啰嗦。哎，你力气真大。啊？还好吧。你不舒服吗？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有，我想爷爷了，我想回家。那我送你回家吧，好吗？不行的，他们对我不好，只有爷爷疼我。但是爷爷已经病得神志不清了，他们还在算计爷爷，魏征掌门打得头破血流，我偷解药又偷了花银出来，还听到了他们的机密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功夫那么差，有什么本事保护啊？随便几个唐门三代弟子就能把你收拾了。功夫差可以练啊，我就觉得我这几天呢强了很多。你觉不觉得我的资质很不错？就是没有机缘，如果能有剑仙收我为徒就好了。要不我们上蜀山寻仙问道去吧，如何？我才不去呢，学仙就要做道士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再说你不要自吹自擂了，你给我做徒弟都不配，别说是剑仙了。哎呦，起风了，起来活动活动吧，受了寒会生病的。嗯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受伤了还是生病了？刚刚受了伤。啊，伤在哪里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身上什么药也没有，我先给你包扎一下吧。不用，是内伤。内伤？让我看看伤在哪里。你烦不烦啊？我伤在胸口，刚刚不觉得怎样，这会儿赶了一段路便发作了，我要运功疗伤，你不要吵。哈，我知道了，武林高手运功的时候都要人在旁边护持，不能让人干扰，否则会走火入魔的，你放心。对啦，想不到你还蛮聪明的。耶、yeah, 我赢喽。少白痴了。我也要练练功夫呀。哼，你会练什么功夫？喂，安静点，少烦我。哦。起来了，还说保护人家，自己先睡着了。啊，天亮了？天亮个头，走了。哦。